凌城新雨应许篇。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耶稣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耶稣来到拉撒路的坟墓前说，你们把石头挪开。马大说，主啊，他现在必是臭了，因为他死了已经四天了。耶稣说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？于是在他们顺服主的话，把墓石挪开，耶稣就使拉撒路由墓中出来，神的荣耀就在这里彰显。其实马大先前曾有一点抱怨，他向耶稣说，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耶稣就对他说，你兄弟必然复活。又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意思就是说，我是复活，我就是生命。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。 耶稣问他，你信这话吗？马大听见了，但却没有完全能抓住神的话，信神的话。记着神的话也曾这样说，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借着他都是实在的，叫神因我们得荣耀。实在这两个字就是可以兑现的，神的话语应许都是可以兑现的，借着我们对他的信心和顺服，神在我们身上就得了荣耀。但我们的信心往往是微小的，让我们向主呼喊说，主啊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你帮助。在新年伊始，让我们敏锐于神的话和应许，求神加给我们信心来领受并抓住他的话，从而兑现他的话，让我们记住，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。让我们今年因信靠并顺服神的话，处处看见神的荣耀，也经历神在我们身上得荣耀。阿们。